学习障碍是我们目前身心障碍当中最多的一群人口。根据欧美的统计，大概约有2%到10%的学生有学习障碍的问题。如果把这个数据换算成我们国内学生的人口，我们目前的国民中小学大概会有5万多个学生到20几万的学生有学习障碍的问题。那这群学生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呢？主要的是学习障碍又被称为隐性的障碍，隐性的障碍跟传统的明显的障碍有不一样。例如像肢体障碍、视觉障碍或听觉障碍，我们很容易用肉眼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可是隐性的障碍，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们的困难，所以我们就会忽略了他们特殊教育的需求。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要介绍一系列的活动，我们称为学习障碍困难体验活动。这样一系列的活动最主要是要帮助老师能够去体验这个肉眼看不到的困难，我们能够去设身处地的去同理这样的孩子，进而我们就能够接纳而协助这群孩子。不用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小孩子，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活动就是会让你变成一个学习障碍哦。不过麻烦你把当学生的心情叫回来哦，因为学生的心情就是你开始要面对一个老师，所以你不要有一些矜持或者是一些不好意思哦。你的桌面上都有一本作业本，那请大家依照我的指示一个一个进行。好，我们先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页的活动。好，各位老同学，这些都是我们昨天教过的字，所以对你们来讲一定是很简单的。好，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看看你们会不会写这些字。算算看你写了多少个字，每个同学算算看，这全部有50个字，你写了多少个字？好，50个字都写完了，请举手。哦，我们班好棒哦，哦，几乎都是100分。好，请放下。好，那老师呢？今天要教你们一些新的字，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些新的字，不能老是写你会的字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些是我们今天要教的字。一样的，请你们每一个字再写5遍。这边我们今天要教这10个新字。好，每一位同学，麻烦你算一算你写了多少个字，好不好？有没有人写50个字的，请举手。没有，我们刚刚通通都100分，现在没有人100分。好，40个字以上的，请举手。哇，有没有人80分？40个字没有，35个字呢？有一位哦，有一位70分的，30个字以上的，哦，有几位？哇，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及格，为什么我们学这些新的字这么的难呢？我在每写第一个字的时候，我要去分析说哪一个地方跟我以前有过经验的，可以根据那个来写，然后后面稍微比较快一些。所以对你来讲，你好像在画字，一笔一笔的画下来。孙老师呢？这个笔画很多，而且写一遍要再看一遍，不熟悉。这个笔画很多，写一遍要看一遍，不熟悉，所以我们会觉得第二页的笔画好像比较难哦。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昨天教的字跟今天教的字，我们的笔画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笔画都是一样的。那对大家所感觉到的那个困难是，的确是像刚刚戴校长讲的一样，因为它不是我们熟悉的符号，所以呢，就会像黄老师说的，因为我们不熟悉的符号，我们就会像画图一样的画。所以你在教室里面，你会看到一些同学，他写字就像画图一样，他不是在写字，他是在画图，因为你给他的字，对他而言，他是不熟悉的符号，他就一笔画一笔画的在刻哦，所以他整个的时间就会很慢。所以同老师就会说交卷了，交卷了，可是他还在怎么样一笔画一笔画的刻下来。所以你们已经体会到什么叫做书写障碍了哦。接着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个活动哦，下一个活动我们来做故事接龙。
啊，从我这边开始，然后林老师接着接我的话啊，在千禧年的前一个晚上，有一个小女孩独自一个人走在街上，有一个小女孩独自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忽然看到一家便利商店，她想说身上没有带钱，所以就进去看看杂志也好。好，他讲说身上没有带钱，进去看看杂志也好。可是进去之后发现肚子好饿，怎么办呢？好，接着呢，我们要做的一样的是故事接龙。你待会讲故事的时候，你不能出现有凹的音哦，你不能出现有凹的音哦，所以你的字里面不能有凹哦。他发现到，他发现原来很多人跟他一样。原来很多人跟他一样，也去夜游。可是过了没多久，他突然发觉他穿的衣服太单薄了，太单薄了，单薄。个人去洗温泉，好，结果发现身上没有钱，于是他想要便当别人的喝回。那平常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第一个故事接龙的时候，当然有些老师，有些先生女士，你也是在想一下，不过你那个时候的想跟第二次的想内容一不一样？雷女士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有规则，所以你第一次的想是什么？就是很直接的接一个故事，然后这个就要想到游戏规则，然后要去注意不要犯错，然后就很紧张。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已经经历到了第二种的学习障碍。有的孩子事实上他在讲话的时候，就像刚刚张老师或陈老师一样的，你想出来的字对不对？不对，你还要怎么样换字？你找不到得到字可以换，找不到字可以换，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像跟这位张同学一样，每讲一个字就要想好久，所以你讲话就怎么样结结巴巴，不流畅哦。但那个时候你就会出现怎么样，你们已经在复制学习障碍的行为，你就会出现我越少讲越安全，老师问我什么我都说是不是，这个是最安全的哦。就像杨股长一样，我讲越短越好，或者呢你就会像刚刚张老师一样，前面的人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你们刚刚发现一大堆，每一个人都讲发现，结果也一大堆，每一个人都讲结果，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最安全的。下一个活动，阅读障碍哦，读读看啊，这里有一篇故事，这篇故事呢，里面有一些字呢，不小心被一个同学打散了，所以你看到的字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字哦，他是被打散的哦。所以呢，你要把它读出来，让它变成恢复成它原来的字的样子。老木子日冕，什么叫老木子日冕？这有没有意义啊？老木子晚上开车，什么是老木子？下一位，一种欢迎的什么？快点。的姿势，好，下一位，等待他的加入。这样的一篇故事，你们念的心很辛苦，但困难在哪里？这样的一篇故事困难在哪里？张老师，觉得
原本我们每个字都一个意思我都知道，可是突然这个字好被拆开了，然后就要煮，啊，有的是煮两个，有的煮三个，就不知道，而且煮了之后，那该放什么，又该放上下，不太清楚，所以就变得很吃力。那接着下来，我们的活动呢，不再让你们凑字，我们给你的是一个正确的字，哦，所以大家请放心。请问这一篇故事，它讲的是它是发生在什么时代？蔡老师，我蔡老师发生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明朝时，我们蔡老师已经有点学习障碍了。好，我们请各位同学，我们来把它念一下。哦，念出来好不好？明朝时，南京有个卖药的，推个车子。好，雷女士，车上有座观音像。读出来就是不难的。好，张老师，刚刚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你感受到什么？你体会到什么？虽然这些字我都认得，但是因为它是同音异义字，所以在阅读上很难联想说它正确的意思，就不需要念出来读出来，声音让我想，哦，原来是这么一个故事。好，我们刚刚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刚刚就像刚刚那个林老师所说的，你必须要有声音的讯息提供，就像刚刚刘校长提到的，我们班上戴校长提到，我们班上有一些同学真的，他字你就是要告诉他声音，如果你没有让他念出来，告诉他声音，这些字对他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他会认单独的字，哦，即使他会认单独的字。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体会到，在阅读障碍里面有一群孩子他会认字，可是这个字呢对他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帮助他转换成有意义的声音。好，我要阅读一篇文章，我要教学生先读这个字，我们认为只要会读这个字，哦，然后会流畅的朗读，我们大概就应该能够读得懂这篇文章，哦，那事实上在阅读呢，我们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叫识字，一个层次叫理解。那我们待会来理解，我们刚刚所经过的两个活动都是识字的层次，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理解的困难哦。那我们可以请大家翻到下一页，你会发现这篇文章我没有做手脚，非常的容易读，每一个字你一定都是会读的哦。那我们还是请杨股长开始好不好？数位档案是知识另一个未来的形象。好，钟同学，图书馆将整本书数位化，输入电脑，制成唯读光碟。大家非常的流畅的朗读了这篇文章，我们应该可以读得懂这篇文章了，哦，好，那我们就翻到下一页。我们有四个题目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回答这些题目，这些题目非常的简单，哦，本文中残存图面的建筑物是什么？答案是多少？张老师，我选三，建筑物不存在了，只被保留图片。好，下第二题，下面哪一项是作者认为可以数位化的？请曾老师回答。好，我选四，是书籍、图画、博物馆还有照片。好，正确的答案有没有人？不是四，正确答案应该是多少？是应该是一。答对，四题通通答对的，请举手。四题通通答对了，几位？哦，那有没有哪些老师你答对两题或两题以下的，请举手。我好像对电脑有点恐惧症，所以看到这段文章会觉得头昏昏，然后抓不到重点，所以那个谈到什么数位化啦，哈，有一些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只好乱猜。那这个是我们很多学习障碍的孩子常见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他们会读这些字，而且读得很流畅。可是当你给他一篇文章是他陌生的，或者那个背景、那个概念是他不熟悉的，也许他们就会犯你们刚刚所犯的错误，就是什么从字义上来乱猜哦，而没有办法像国文老师所期待的那样子，要去融会贯通，然后把它理解过来哦。那当然。
当他面对那种比较难的理解的阅读理解的问题呢，他就会表现的比较的不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阅读理解并不是只有会看得懂字。接着下来，我们在教室里面学生常经历到的另外一个学习活动就是听老师上课。那有一些学习障碍他的确有听的困难哦。那我们在这边讲一个故事，一个人的故事哦。那我们请大家注意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来回答，好不好？党国元，老林森一生，有三号吉号。佛号古，万语好客，尤其是古，晚铃声几乎是沉。好，这个故事好不好听？大家听得很沉醉哦，都闭上眼睛了哦。好，请问这个故事的主角指的是哪一国人？中国人。好，林老师。中国人。中国人，非常好。那我们请问蔡老师，这个主角有哪些嗜好？我刚只听到第一句党国元老师，所以他的嗜好是党国元老吗？好像不是吧？所以他的嗜好是什么？哦，那个第三位的林老师，对不起，完全一片混乱，完全一片混乱，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好像是我一刚才听到是什么收集古玩，好像是收集古玩哦，好像是哦。好，那我们问第三题哦。对，主角在古玩的选择标准是什么？陈老师，老师对不起，这题用的也是零分，又是零分的，这么简单的题目，老师讲故事给你们听，你们还听不懂。读也听不懂，读也听不懂，听也听不懂，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很多老师也都认为我们自己讲得很清楚，我们有条有理的讲的每一个句都断得非常的正确，可是我们也忘记了，事实上班上也有一些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在听我们讲很清楚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背景的知识，然后他又有时候会注意力跑掉了，又会再回来，所以他听到的就会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怎么样，老师讲话怎么这样子，有只有头只有尾，中间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另外一类的学习障碍呢，我们叫做数学障碍哦。这是我们在小学一年级学过的，我们给你20秒的时间算这十题，请开始。十题都写完的请举手。哇，我们好棒哦，果真国小一年级老师教得非常的好。那我们来对一下答案，有没有通通100分哦？你改一下，第一题是16哦，来看看你有没有100分。一个数学障碍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子呢？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你的第8页。一样的，不小心我们到了一个外星的国度里面去，请你把这些符号加起来，然后用阿拉伯数字写出你的答案。一样，20秒，请开始。你写完多少题？哦，全解完的请举手。孙老师是吗？没有。写完8题，7题，有3位，不错。写完6题，哦，有很多。写完5题以下的。有几位？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看看你写完的题数跟你正确的，你答对几题？得7分的老师请举手。得7分的，好，一位。得6分的，哦，不错。5分的，啊哈，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不及格的哦。4分的，有几？所以事实上有一些数学障碍的学生，当他在做数学的题目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他必须要把这个符号怎么样一对一的去换算，然后换算出来他
要记住第一个跟第二个，然后才能够加起来，那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所以为什么你们整个的速度就会降慢呢？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的数学障碍呢，这是国一的数学，我想在座我们没有国一以下的学生啊，所以这对你们来讲是难度正常的数学题目啊。那我们给你们2分钟的时间，请作答。好，你把这同学没有写完，请举手。没有写完，我没有办法再给你们30分钟。这时间太短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看不懂？你们都会做数学，你们刚刚不是都考100分吗？语言障碍。所以你们的数学能力怎么样？表现不出来哈、哦，老师给你们一点点的简单的提示哈、哦，在这里面有几个单字，你看看，你要不要再做一下哈、哦？再给你1分钟。写数学题，你体会到什么？校长，我是教数学的哈。但是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说这些单字我都看不懂。然后九分四，我就本来想要说是不是一个三角形的直角三角形，可有两边，可能一边是9，一边是15，要求是面积还是什么？我就当晚猜。那让我联想到说，为什么我们在考数学的时候，学生的应用问题对他来讲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不了解他的意思，他就解不出来。这是一个图，一个古典的图哦。它用黑白用模糊化把它模糊化掉了。那里面呢有一个主角哦，有一个主题哦。请告诉我你看到的，举手，你看到什么？好，陈老师，你看到什么？我好像是看到一个巫婆在笑。好。当你在问学生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学生的答案都是不对的，那个时候老师通常会怎么说？再仔细看。对，你们再仔细看一下，不对，这么简单的，你一定见过的，你都没有看过，你都看不出来，老师一定会叫你怎么样？再仔细看一点，对不对？再仔细看，如果你还是不会，老师一定会告诉你什么？回去再看几遍，回去看10遍。好，陈老师回去看10遍，把它看会。好，明天我要考你，到底它是什么？叫你回去看，多看几遍，你还是犯一样的错误，老师会怎么样？老师会很生气。哦，老师就会可能开始，当然我们老师还要有一点点爱心哦，我们要先鼓励同学，而不是先责备。我们一定会先怎么样？老师第二个常做的方法一定是什么？我们会鼓励同学，没关系，这个不难，你再仔细看一下。如果你会，老师就给你什么啊？给你加分。你会，我就给你加，月考分是加5分。哦，看到了没有，林老师？你看到什么？我很努力在看，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什么。你非常努力在看，你还是看不到那5分，可能动机不够强。那给你当小老师哦，给你让校长发一个奖状给你，只要你这一题答会了。你喜不喜欢当小老师？喜欢。那你会不会？还是不会。当我们放弃这个学生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无药可救，孺子不可教也，无药可救。这个孩子缺乏学习动机，不愿意吃苦、哦、花在他身上的那个老师花心思在他身上，等于是什么？白费功夫。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去放弃这个学生、哦、可是事实上，当你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忽略了这个学生，我们给他敬酒，我们给他罚酒，或者我们放弃他，我们都没有帮助他，他不会。这是一只牛，有没有人看得出来？当老师用尽了各种方法都不会的时候，事实上面对学生的不会，他所需要的就是老师的指导。
那刚刚我告诉你们，这是牛，有牛的头跟牛的背，你还是看不出来，那没有关系，老师就带着你来教你怎么去看，它是一个牛。所以在这个活动当中，你是不会还是不愿意，还是没有学习动机？你是不会，所以你基本上是什么？是能力的问题，而不是动机的问题。各位老师以及在场的各位女士先生的合作，你可以感受到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体验到了学习障碍哦。那到底什么是学习障碍呢？根据我们教育部的定义，所谓的学习障碍指的就是因为神经心理功能异常而显现注意、记忆、理解、推理、表达、知觉或知觉动作、协调等能力有显著问题，以致学生怎么样，在听说读写算等学习上有显著的困难。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刚刚的听说读写算，我们经历到了哪几项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你们看到了一个在听话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做的听觉理解哦，他没有办法听得懂别人的话，他听起来就是乱七八糟的语音组合哦，他试着想要把它拼凑，前后拉起来，拉不拉得起来？还拉不起来。那口语表达呢，在你们的故事接龙的活动，你会发现我们编一个故事呢，我们怎么样没有办法顺利流畅的表达自己，当我们逼他一定要讲话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简单的语言或者是什么重复你的话哦，那他有表达上的困难，他没有办法顺利表达自己。那我们也看到了写的困难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流畅的书写并不是说练习十遍就可以的，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对这个符号的熟悉。那我们也看到阅读理解上的困难呢，有四字上的困难，他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文字，到底谁哪些符号凑起来才叫做一个字，哪些字凑起来才叫做一个有意义的词汇哦，到底是观音或者观音像还是做观音像哦，到底要怎么断哦，这个他到底要怎么去修成词汇哦，这是有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当然他在阅读上也会碰到困难。那另外一种就是理解的困难，他四字没有问题，可是他怎么样哦，你们刚刚朗读很顺利的朗读了数位化的那一篇文章，可是他不见得能够知道文章的意思。那计算的困难呢，就是像我们刚刚在做那些希腊文符号的计算一样，他不能马上用计算，为什么？那个符号对他是陌生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运用那个符号自动化的运算，他用他的手指可以，可是换成符号之后他就没有办法。那文字题的解题困难，这种孩子就像我们刚刚在解看那样子，你要看得懂这篇文章，你要理解这篇文章哦，如果他看不懂或者理解上有困难，认知理解上有困难呢，那他的解题当然就解不出来了哦。那这个是我们在学习障碍上的听说读写算这几种类型上的困难。那可是这些障碍呢，不是因为感官、智能、情绪等障碍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学不当的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一般来讲，我们在谈一个所谓的一个孩子的低成就，他学习表现不好，听说读写算有困难，我们基本上会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叫做外在环境的因素，一个因素我们叫做个人内在的因素。那外在环境的因素指的就是他可能因为学习的机会不当哦，或者是文化不利，或者是社经地位经济不利，或者是所受到的教学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哦，所以导致他呢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的理想，而导致有低成就的现象。除了外在环境的因素之外，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另外一群孩子，就是他的学习的低成就是来自于他个人内在的因素。那学习障碍呢，在我们教育部的定义里面呢，还有告诉我们，他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它是因为神经心理功能异常所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个人内在的因素所
所造成的。哦，那当然呢，刚刚各位老师，我们在经过那个牛的那个图呢，你也体会到了。我们一般对学习障碍的误解，我们常常会觉得它是什么？不够用功，缺乏动机，不愿意吃苦。哦，我们会觉得念书本来就是很苦的嘛，你在逃避吃苦。哦，所以我们常常会认为学生是缺乏动机。可是在刚刚的活动当中，我们体会到了动机是一个很被我们老师很容易误解的一个概念。所谓的动机是什么？你能够去做而你不愿意去做，那个我们才叫你缺乏动机。如果你能够，你不能够去做，哦，像刚刚我们给林老师要给他当小老师，又要给他校长给他颁奖，他很想啊，可是他怎么样做不出来。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动机，他有动机，可是有动机并不表示能够表现得很好。所以动机应该要在一个条件之下，他能够做到而不愿意做的。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常常看不到学习障碍孩子的这种能力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就会怪罪他什么？缺乏动机。所以我们大家认为他们是不是不为也？那不是的话是什么？是不能也。所以呢，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生，我们应该要叫他多努力一点，而且勤能补拙。哦，对，勤能补拙是没有错的。哦，我们可是当这个坡度太高的时候，我们让这个学生，我们叫他要不断的爬，练习一年，他爬不爬得上去？当他爬不上去的时候，我们还不断的叫他练习，这个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他会放弃，他会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哦，这就我们在教室里面常看的学习障碍学生一样的，勤能补拙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帮他开他可以走的路。也许他花的时间比人家长，花的力气比人家大，可是这个路是什么？他可以走的。哦，所以我们要给他一条他可以走的路，我们才能够帮助他怎么样勤能补拙。哦，那我想在这整个活动里面，你们已经非常道道地地的是一个学习障碍的人。哦，那我们呢也让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今天的活动里面，你觉得学习障碍让你感受到些什么？你在整个活动里面你体会到什么，好不好？那我们就从第二排的雷女士开始，好不好？那我们就传着这样子过来。哦，抱歉，身为一个家长，我学了这堂课之后，我觉得才深深体会到小孩子很无奈，他很想学，他没有办法，这无奈。那自己才知道，真的应该赶快找方向帮他，如何来帮他。你会体会到那种无奈，他对方法的那种需要性。崔老师，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常常让有一些学生做，要求他们做一些动作。他们常常都是达不到我的要求，然后我始终相信勤能补拙，我之前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上了这堂课以后，我认为确实要去站在学生的立场来想看看，他是不想做还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戴校长，今天的这个体验让我可以想象感受到说，一个学障的孩子在正常上课压力、正常上课之下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一定是很希望能够快快结束上课，赶快回家，这是他第一个感受到。那我也了解到说，数学的解题其实不是只有计算能力而已，还跟他的阅读、他的理解都有关系。好，看同学。其实我觉得这个学习障碍，它是它的感官或者是某方面一个缺陷，有其他方面它是很好的那个发展空间。那我觉得就是问老师的人，要给学生一个有成功的机会。那所以呢，我觉得说当老师要给他信心，要肯定他，你要给他适当的那个方法，让他在学习上更，让他在学习方面更顺利。好，张同学。就是以往在一般平常生活当中，就会
有些人就会因为不了解那些学长的人，所以就会觉得说很奇怪，所以大老远看到他们就逃逸，就老远就跑走了。那街上这一部分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学习的障碍，然后知道以后要如何开门相处。鼓掌。我觉得学习障碍的孩子呢，我们要帮助他的同理心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经由这种体验活动的话，真的可以同理心才能够真的发挥出来。那这个体验活动我觉得非常的宝贵，那很希望说将来我们的家长跟老师还有做教育行政的人员哈，都能够有机会参加这种体验活动的研习。那我相信这种研习如果推广以后，对我们的学习障碍的孩子哈，我们就能够接纳他，而且找出方法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就是缺点的部分，我们找方法来帮助他们；但是优点的部分，我们帮助他们发挥出来。所以，对。经过大家这样的活动，我们会发现同理是非常重要，设身处地的了解哦。那非常感谢大家花了一天的时间，让我们彻彻底底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一个学习障碍，而且我们站在他们的鞋子上，站在他们的角度里面去看什么是学习障碍。所以各位在座的先生女士，你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是在我们目前国内的社会里面唯一懂得学习障碍到底是有多痛苦、多挫折、多想呐喊啊、多滴血滴得多严重的一群啊、不管你是老师、你是家长，或者是你是社会人士，甚至你是同学，是大学的同学、国中同学，我想学习障碍在我们的社会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我们看人口的比率，它并不是少数啊、那我们非常希望借由我们今天的活动，我们大家结合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非常宝贵的设身处地的了解，我们能够同理他们，我们也能够接纳他们呢。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当作一个种子，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散播，让你周围的人能够去体会到接纳一个学习障碍是多么重要的。当我们能够接纳他的时候，很多协助的方法自然而然就会出来了。那我们的学习障碍者在我们整个社会，他的哭泣、呐喊、挫折跟无奈就会怎么样减少了。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出现一个台湾的李光耀，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个总统是有阅读上的困难，甚至我们会出现一个台湾的洛克菲勒，我们的总统是不会写字的啊、哦、这个是我们期待的。不过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在座的每一位先生女士，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在你生活上所接触到的人，也许我们要都像张同学一样，我们开始有耐性的去接纳他、了解他，也开始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甚至家人，告诉他这一群人只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坏，他也不是不够用功，他不应该为他的学习障碍怎么样付出他现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好，谢谢大家。